是没有很高的 Apple。今天我们来到默契大考验了，是在默契大考验开始之前呢，我们有一个小游戏，来测验一下大家的默契。当然，我们先从黑社会妹妹来开始。好，我跟大家来测试一下。好，谁要站在前面，谁要站在后面？我在后面。好，后面的要负责喂前面人吃葡萄，好不好？那请后面的那位把眼罩戴上。好，帮你拿。我发现你戴眼罩戴起来比较可爱。什么话？他会伤心。可以送我吗？喂，一个人三颗，好，你只要夹起来，不用担心，我会负责拿过来。很难夹哎。好，来，请准备，预备备，开始，开始。哎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对对对，上来，上上上。有了，有了，有有有，这里有一颗。好，哎，第一颗，好有默契哦。好厉害，好快了。夹，夹，等一下。夹，第二颗是不是也可以？哎哎哎，加油加油！哎呦哎呦，小颗的耶！哎呦，第二颗，哎，算是很好哎。一点回来一点，好，加油加油，来夹！哇！不错，很快吗？很快吗？算是真的。轻而易举的感觉非常轻松，对，非常的有默契。紧接着我们来看看亚伦平易近人组，跟我们的统筹两个是不是能够有默契？谁喂？我喂你吧，宝贝。好，默契大考验，请开始。好，亚伦也不错，你看平易近人的亚伦，进来。好，第一颗了，有点快啊，速度。对对对对，加加加，哎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曹学军，哎，在右边一点点，在右边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好，上来，大哥，平一点点，往里面，往里面。现在又夹到第三个，上来一点，后面一点。说真的，亚伦跟每个人的默契真的都不错，真的真的哈。刚刚看到了我们的大牙跟 Apple 非常有默契，所以不能在一起，不能在一起。大家可以看亚伦跟彤彤也很有默契，也不能在一起。那我们就来分队喽。今日的黄金组合将会怎么搭配呢？彤彤搭配 Apple 提道员，艾诚就和两位美女尼亚伦及大牙共组队，想获胜，大家得加把劲喽。默契大考验第一回合，台语下下下，是的，一开始是我们的统筹队派出的人是 Apple， 哎呦，计时三分钟开始，好，哇塞，好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一种电脑用的物件，电脑用的，啊，你爱插在电脑内底，你也是控制的物件里去的，是啥物？是啥物件？不是，不是，你是控制的相片的物件，你也是控制的相片的内底，啊，一个资料的内底拢会使，记忆卡，哎，另外一种讲法，USB， 不是的。很多东西来看，嘿嘿嘿嘿，啊你在这里一本的，你在底下买来看，你在提来看，啊你在底下买。书店。另外几种公款。啊，书局。还有。三一三一三一，去大 S 的鼠妹林上面，林上面。去大 S 的乌龙茶。林在出来吃电动舞哎。矿泉水。对。哇，哎，我真厉害。抓龙上面爬。蟑螂。嘿，你发现？嘿，掉。洗出来不会出来，按洗也洗的，不是 K 狼的会，还有蚊子啊。哦，是哎，啊，就跳过哎，跟苏慧贵，苏慧贵，蝙蝠，蝙蝠，看我们干嘛？哎，哦，剑与蝎
你，谢谢你。后边两个你哦，你做歹代志哦，为监狱出来，你拢叫伊啥？监狱。还有一个专门犯人，什么人？什么人？两个字的。你有犯罪，犯罪的，三个三个。跟三人。嘿嘿，哎，头前两个你。跟三人。嘿嘿，啊，他是一个成语。跟三人。后面两个字才是跟三。七跟三六。自立跟三。六好对。四。希望后可以希望一下，希望你播出的时阵，爱甲物件放伫个希望内底，然后甲伊封起来。爱用什么物件？播出的时阵，爱甲物件，然后甲物件放伫封起来，封起来，交代。对，在第一回合里面，可能会得到的是十分。十分在我们第一回合里面算是分数高的。接下来马上来看一下我们艾辰如何来猜到，现在攻守交换。原来台语也不好，对不对？我们家没有人跟我讲台语。太好了，是你自己自愿出来的还是？没有我。哦，他是被推出来的。我可以听，可以听，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好，没关系。艾辰队计时三分钟开始。哎呦，开始。三二一，哎，狗啊，你被放流时阵拢咧什么所在？放流时阵，一放流时阵，开跳起来，开跳起来，变线杆。哎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那细汉的时阵，买饮一款饮料，爱饮一款饮料，一里底有一粒一粒的光光的。这两个人的鸡同鸭讲，让全场笑翻天啦！傻大姐倪亚伦能够顺利猜出答案吗？爱饮快饮料，一里底有一粒一粒的光光的珍珠奶茶，不是，那有一支类似了，一里底一定头那个，很好，答对了，很不错，很不错。两个你去，别人那是头光光，你看什么的头顶冠，不是，伊就是无黑哦，这个假发，很好，很好。一个人就惨的时阵，咱哥要谢你，是一个人就惨的时阵，咱哥要去欺负伊，是一个成语。一个人就惨的时阵，落井下石。对哦，很好，答对了。爱你，今天天气就冷诶。爱情什么？羽绒衣，不是另外一种。你是尖，我是什么？山。嘿，什么山？什么？塞的，哎呦，可以穿在身上了。什么线？毛线衣。啊对，哇，这是叫工作了。一五块多，吃掉李老的草。好紧张。塞的，一种武器，嘿，一支长长，啊，顶冠尖尖，嘿，啊，第二个字是我的名，我叫大毛牙狼牙棒。嘿，对。出来，咱要困的时阵，咱要甲伊盖起来，无伊光光就困袂落去。眼罩，不是窗帘，对。好厉害！谢你。诶，代志就简单嘞，就简单嘞。对啊，就简单嘞，一件代志。就简单嘞。讲代志对我来讲就简单嘞。谢你，谢你，轻而易举。另外一种讲法，另外一种讲法。类似这样的说法。什么变过来？什么变过来？被假什么变过来？正的相反。讲到 keyword， 讲过 keyword 了。哦，反字不能讲。好，请下台。三题。今天。Daddy，让人五谷五够下面。筋骨。够下面。不是。肉，定陶下面。肉皮，肉还有掉，第二个这是皮，几种皮夹，嘿，下面十秒，下面九秒，六秒，五秒，四秒，三秒，三二很好。那现在你很好奇，我们的爱辰队呢得到了几分？他们得到的是九分。默契大考验。
来第一回合台语下下叫，现在只差一分了，是，紧接着下来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呢？没错，进入第二回合。默契两分，紧接着来到第二回合，是的，两队分数只差了一分，现在是人地势比一比，是的，派出来就是他们的队长统统，没错，那统统一直都在比，我们也看看统统身为队长到底有没有那个资格，哎呦，对不对？那你肩膀上有什么？头皮屑，哎呦，希望统统队会有好的成绩，好，计时六分钟，人地势比一比，开始，来，好，来。什么人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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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鹰，老鹰，老鹰！这是什么东西？吸血鬼，吸血鬼！哦，蝙蝠吗？蝙蝠？什么地方？这个动作？什么？钓鱼？在钓鱼吗？钓鱼场？钓鱼？在包什么？包水饺？包水饺？包水饺？好，请作答。蝙蝠在钓鱼场包水饺。哎呀，好，人事是对的，地是错了。地是错了，猜错，来，还可以掉什么？开始吗？人，蝙蝠是对的，蝙蝠是对的哈。什么地方？请看清楚了。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好，有什么地方需要这个动作？抓泥鳅啦！钓虾场，钓虾场，钓虾场，钓虾场包水饺。好，蝙蝠，人事是对的。蝙蝠在钓虾场包水饺，答对。好嘞，好。非常棒啊！空姐，雷姐，好，这什么动作？请看清楚了，是槟榔，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要包这个东西？槟榔摊，针灸，空姐在槟榔摊针灸，是，答对，道远今天比得不错哎，唐老鸭，这什么？鸡。公鸡啊，在唱片行，唱片行没错，对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公鸡在唱片行，举重，公鸡在唱片行，公鸡在唱片行举重，答错只有事情是对的，啄木鸟，它的速度很快，啄木鸟，这个地方它的麦通都是这样子。比得很好，超人在这个动作，打保龄球，哎呀，保龄球馆，什么地方？超人在保龄球馆。好 ，Apple 切苹果。哦，这个是什么动作？削苹果。哎呦，请作答。超人在保龄球馆削苹果。答对，很好。怎么那么厉害？厉害啊！李小龙、成龙、Jackie Chan、成龙。哦，鼻子很大。成龙在。这是什么地方？统称，饮料店，饮料店，对，饮料店，这什么动作？天太阳很大，切树木，刮树木，这是刮的动作吗？请作答。成龙在饮料店，人地是对的，干嘛？饮料店，快点说，刮秧，刮什么？割秧，不能再比了，割稻草是什么？割稻草，答对。兔子，小白兔，土拨鼠，土拨鼠在赚钱，什么地方？赌博，什么地方？赌场，赌场，太厉害了吧！很棒，好厉害哦！我比得很好。赌场什么？它的形状看一下。大菠萝，土拨鼠在赌场。嗯，做什么事情？答对，恭喜！这什么地方？小松哥在当铺。我们在什么地方？老师在做这件事情。老师在做这件，小松哥在教室里面开罐头。请坐啊！哎呦，小松哥在教室里面开罐头。答对，真的假的啦？来，怎么可能？你在干嘛？你是谁啊？郭菲菲，天柱元帅，我就不相信这一题。菲菲在庙里面弹钢琴，
四是对的，其他错。来，暴龙，暴龙，恐龙，龙，鱼，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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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，很好，很好。这个地方怎么比？鸡鸡鸡鸡龙鸡龙鸡龙，他手在干嘛？什么东西啊？鸡龙，他们鸡龙开肚子，解剖解剖。他有一个学名，两个字的学名，请说答案是什么？我只记得鸡龙哎。什么人？什么人？鸡儿，鸡儿在鸡龙，鸡龙，检验。好，错。人第四错的，事情是错的。企鹅，企鹅，拼命企鹅。好。企鹅，太鸡龙，鸡龙，鸡龙，太好笑了。鸡龙在鸡龙什么？开刀，企鹅在鸡龙开刀。恭喜你，答对。第二回合，彤彤队得到的是九题，很棒。九题在这一回合里面算是很高的分数，对不对？好大，压力大。但是呢，大家要想到一件事情：艾辰2300万人民的希望，今天他会让人民失望吗？攻守交换。人第四比一比，现在攻守交换啦。哎，你摸我的心脏。啊。面对来势汹汹的彤彤队，竟让艾辰吓到不知所措了。他们能够成功扳回一城吗？人第四比一比，现在攻守交换啦。哎，你摸我的心脏。哦，原来你是个没心没肺的。哎，我为什么会这么紧张啊？有没有信心啊？说实话，很紧张啊。因为刚刚大牙还说，哎，他样子好笨哦。我看了，平手不会太难看，赢了当然更好。对，输。2300万人民，2300万人民，你们有资格在路上看到他，都给他一巴掌。可以，谢谢。是一个荣誉的战争。我觉得你想害我。我不是想害你，我是想挖洞给你。好不好？好，艾辰队计时6分钟，人第四比一比，开始。哎呦，开始。哎呦，很好，这个动作看清楚。滑雪场，好，哇，豪迈，什么样会豪迈这样做？张飞在滑雪场喝啤酒。答对。快点，这什么？小白兔。完蛋了，是完蛋了，这对啊。好难，这是什么呀？我先投篮，请坐吧。蝙蝠，在操场投篮。第四个是事情是四个字的，玩投篮机。哦，事情答对，人地错。加菲猫啊！你们会误导他，你们会不会误导他？你们会误导他，他有个特别特征，皮卡丘啊，这什么？在什么？什么误导？草地上，玩投篮机，草地上玩投篮机，咖啡猫在操场，哎，不是你，玩投篮机，答错，哇，人地都是错的，刚才你有猜对过，又猜错了哈，他有一个特征，头可以转多少？好，事情刚才是对的哈。嗯，猫头鹰在草地上玩投篮机。哎呦，快点！这是什么？很好，卓别林。哎呦，卓别林。哎呦，什么东西一推开进去，吓得半死。在鬼屋。
哦，这是什么？还珠蜻蜓。哦，还珠蜻蜓。请作答。卓别林在鬼屋还珠蜻蜓。答对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这是什么？哇，它有一个特征，它有一个特征。长颈鹿。长颈鹿。长颈鹿。在赛跑场。浮潜，浮潜，请作答。长颈鹿在赛跑场浮潜，浮潜。事情是对，其他错。原地是什么？请看清楚。很好，它的特征。海狮。哎呦，很棒，很棒。海狮。哎呦，哦，越来越快。飞机场。不是，什么地方啊？什么地方？是哦，海狮。他刚刚有做出来那个动作哈。浮潜刚才是答对的，请作答。海狮在跑道上，海狮在跑道上浮潜。答对，浮潜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才浮潜。哦，很厉害。大力水手。哎呦。哎呦。哇，很好。大力水手，大家都喜欢玩，也都玩过。在下水道。哦，很好。走秀。哎呦。做啥？大力水手在下水道走秀。哦，人事是对的，地是错的。大力水手，大力水手，哎呦，卡通人物，好派。哦，潜水，从高到低，小朋友都喜欢玩，我们也都玩过，公园也有。在滑溜梯。选手在花流梯，花流梯是什么？花流梯，我不晓得这个东西有造上去。花流梯啊，是溜滑梯吧？大力选手在溜滑梯走秀，对，脸烂呢。这是什么？蔡依林。哎呀！啊！哎呦！蔡依林在跨栏场，体育课有上过。跨栏要这样遮吗？要这样扶吗？赛马。哎，是哦，骑马是，对啊，骑马。蔡依林在鞍马场，刚刚你看那个马，你是问我还问他？问他，他不能再比了。骑马，好，骑马，人事是对的，地是错的。哎呦，蔡依林，看我72遍。蔡依林很好，四方形。哦，哎呦。哇，他的头发都飘起来了。刚才是对的。骑马。蔡依林在跳箱场骑马。两个字而已。两个字，跳箱。蔡依林在跳箱骑马。答对。你不拖延我。什么？怪不会弹。弹毛象。八。弹毛象。七。六。五。四。三。是什么地方？一。在印度，长毛象在印度踢正步。恭喜你答对。你们自己的队员，刚才大牙说你看起来笨笨的，你有没有对他刮目相看？好，没有也没关系。因为我们只是希望等一下爸爸妈妈可以吃完饭之后，大家路上找他，因为都每天去打一巴掌。爱城队在第二回合得到的是7分。两回合加起来总成绩，统统队得到的是19分，爱城队得到的是16分，恭喜我们的统统队！今天的默契大考验呢，里面呢有动动脑，对不对？还有我们手脚也要必用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大牙，还有我们的这个 Apple， 还有我们的亚伦，今天做了大家的起来朋友，希望你们有空下次再来。记得每周日至周五晚上7点半到8点看我们的《心灵进行曲》。